好嘞，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。今天我们炒什么菜呢？今天就炒这个洋葱炒腊肉，辣椒洋葱炒腊肉。哦，这个不错。首先我们还是来这个切这个冬蒜，看究竟谁会冬蒜。如果这个川普，到目前为止川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只要后面不出什么大事的话，应该是川普的。民主党那边那个拜登呢，拜登现在就牵涉到他这个要这个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，但他还没选下来。他是想选一个什么呢？想选一个女性，然后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，这是他目前想做的事。因为民主党他比较那么想做这方面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拜登他本来有那个意思，就是说好像曾经放话说，哎，他可以，如果这个奥巴马老婆米歇尔同意的话，他愿意选这个米歇尔作为总统搭档，这副总的候选人，他可以选他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米歇已经表态他不会出来再来从政了，他不就是至少他不会出来选这个副总统候选人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奥巴马这个可能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希拉里当然不会来选搞这个副总统，要来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总统了。希拉里是不会来选当这个副总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已经当过这个国务卿了，这个副总统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，对不对？他的梦想是总统，没有总统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认命。上一次没有战胜这个川普，虽然他可以骄傲的说啊，我选我的这个投票人啊比川普多，哎，川普全靠是那个选票制把他那个代表人这个制把他选上去的。不过其实呢，他那些即使是他一些选票啊，有的都是作弊的，对不对？民主党利用了一些漏洞，就是作弊，使他们的这个选票就是多一些。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人，一个议员啊，好像还啊，那个人好像是刚这个竞选这个乔治亚州长的一个女性，但是她已经失败了，选她可能也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没什么用，也是一个比较左的人。确实就是说拜登真的他现在要考虑的，其实如果从他的选战的角度来考虑的话，他真的选这个副手不是要去选一个这个左派的人，更激进的人，真的不需要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说他不需要，他
没必要再去巩固它的基本盘，因为基本盘是在那里的，那些坚定的民主党的人是不会去投票给这个川普的，所以那些人真的是不要去管了，他真的是应该去，要选的话，他应该去找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，就是争取用他来争取这个中间选民。但是这个拜登呢，说实话，拜登就是说，在目前来说，拜登真的不是川普的对手，知道吧？因为不光是这样，不光是他本来就是承受着这个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弊病，都会那些债都会算在他的头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当时是这个副总统，所以而且他有很多的缺点和弱点，比如说他的儿子就非常的不争气，就有一些这个贪腐，这应该是基本上是肯定的，跟国外、跟中共、跟乌克兰，对不对？都有一点问题，而且这个肯定就是什么呢？川普他们已经掌握了拜登的一些证据，所以现在呢，别看他跳的方，就是老西说的，别看他跳的方，到时候拉清单，别看他跳的方，到时候拉清单，到时候选举搞得热烈的时候，老川就可能慢慢的放料，然后越接近选举，料越多，就把它给搞下去了。但是呢，就是川普有一点，就是说，其实在这以后不要出什么大事，尤其是在这个温域上面，不要出什么大事，那就可以了，他就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拜登呢，是不行。我以前也说过，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人跟这个川普能够竞争一下的，就是彭博，就是那个彭博。但是彭博，因为彭博跟川普多少还是有一点相像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是跟中共在一起的，但是他多少有一点相像，也多少有一点头脑。但是彭博他在光是在这个民主党里面，他就胜不出啊，对不对？在民主党里面，他就出不来，所以他根本就走不到跟这个川普竞争这个阶段来，所以他最后还是自动悄悄的走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上锅，准备去到鸽子上面去炒菜了。好嘞。这个是这个鸡，炖鸡，炖鸡就好了。就是昨天扔下的一些鸡，这是一个菜，对不对？炖鸡可以了。登机已经好了，来炒这个。红干椒、洋葱、
炒腊肉，这么说应该可以，对不对？红干椒、洋葱炒腊肉，就是这么一个事情。火不要太大。首先把这个辣椒稍微的爆一下，但是这个辣椒因为它是本来就是干的，火不要大，要小一点，主要是爆一点香味出来，把这个香味把它爆出来。就是这个腊肉咯，这叫盐肉，反正就是当然不是中国那种腊肉，那是中国的腊肉好吃，不是这个吃习惯了也还可以，还行，还不错，也挺好吃的。不过我们还是想吃这个自己烤的腊肉，在西方嘛，主要是你住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这个不是在乡村，对不对？自己不能够烤腊肉，就是说你不去买器具的话，你在自己的后院里面放柴火烤腊肉，那样是不好的，也可能是不准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吃腊肉的话，就要买那个烤腊肉机。这边是有这个烤腊肉机的，我们一直想买，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，反正肯定要买一个。主要是考虑到它这个那个烤腊肉机好像是必须要它的那些燃料很贵，而且那个主要是它的味道不一定有我们想象的好，我们想柴火烤出来的，所以是在忧郁这个事情。但是要肯定烤，肯定要买一个，但是呢如何想办法自己做这个燃料，自己做燃料，自己做木炭，所以还没有最后决定。一个腊肉烤腊肉机，那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这样就可以不但是腊肉，还可以腊鱼啊，对不对？腊鸡啊什么的都可以做，而且这个是我觉得很必要的，你可能是要很快买一个了，也建议大家买一个腊肉机，烤腊肉的机器。这样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什么，这个瘟疫之后啊，这些年是完全有可能在这个食品方面、粮食方面遇到问题的，这几年，对不对？
关于这个粮食危机啊，就是大家囤粮的事啊，从2018年以来，我已经做了六，起码六个左右，六七个左右。这个视频就是号召囤粮，所以呢，不光是粮食，现在这些肉类啊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囤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买个烤拉肉机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存的、储存肉类的一个好的机器，它能够使你有一些肉可以保存下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保持这个新鲜的这个肉类还是比较麻烦的，比较难。但是保持这个拉肉，应该买烤拉肉机，建议大家去买烤拉肉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自己做拉肉，拉猪肉、牛肉，对不对？拉鸡、拉鱼、拉鸭子。所以这个2020年，这个川普这个竞选的问题、连任的问题，我一直就说，川普目前最大的政策是什么？那就是这个新冠肺炎，如果抗击新冠肺炎，这是他最大的政策。他在这个上面，就是在后面这些时间不要出大错，一般的，他就是非常有希望。但是现在川普他不但是在这个总统这个上面有麻烦，而且他的那个加速生意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很大的麻烦。我就感到奇怪，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竟然美国这一次纾困了，这些不是救济很多企业啊，对不对？竟然川普的企业不在清单里面，是排除，就是把这个川普的企业排除在外的。而川普的企业主要是酒店那个赌场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加一点水，下面呢就是搞这个拉肉的时候啊，多煮一点鸡，就是说川普他自己的企业被排除在政府纾困的名单里面，但是他的企业还是照样的，对不对？精肉这个温玉的煎熬啊，他没钱了，从美国借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借不到，这个也不好，因为怕这个他还要当总统了，对不对？要怕这个选抓住这个把柄，然后他的企业往国外去借，借债。现在也借不到啊，人也不敢借啊，人也不敢借，知道吗？好像他现在向政府申请要那个许可，不然他的那些酒店就可能倒闭了，没人住啊，没人住、啊。他的那些房地产东西，对不对？都是有些是服务性的，全部是服务性的，对不对？
他的企业就很多都会破产，所以他都没办法了，我们要求救了，他进来求救啊。但是有一点的，我不怎么样，对啊，虽然他当总统，但是他的企业受困，这个应该补助的还是要补助嘛，应该贷款的还是要贷款，为什么不能够呢？这一点是真的是不好。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啊，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陨石啊正在向地球飞来，就是当然它离地球可能比这个月亮这个月球离地球要稍远，要十几倍吧，但是如果有这个冲击力的话，他说有可能对地球产生影响，有冲击力啊。科学家说那个陨石啊，好像是戴了一个面罩一样的，前面有一波东西啊，通过雷达可以看到，所以如果过来的话是有可能影响地球的。就是什么方面呢？是不是这个无线电方面还是什么方面呢？也不知道。就是在4月29日，月和地球应该不会碰上地球，还是月和地球。如果有大家有这个天文观测镜的，应该可以看到这个陨石，很大的一个陨石，是巨型的陨石啊，好像有这个500英尺直径，至少有500英尺吧。好了，我们看一看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可以，不错。
下一条，下一再来一点鸡汤，再来一点鸡汤，这样你就不要放什么鸡精了。等着，我还去摘两根葱来，我自己种的葱。我们种的那一盆葱啊，最近抵挡了半个月，因为半个月前就没什么葱了，也没去买，主要是减少外出买菜的次数，因为买菜有风险，风险就有可能是生命危险。开了就行了，开了就起来了。好嘞，就等着它开呀。就是川普当几年总统，对不对？省吃一点钱都问题不大，不要就是这个签，就是连锁的垮掉就好了。所以他是应该贷一些款的，把这个企业把它救活，对不对？倒个几家没问题，他东西有很多嘛，倒个几家也问题不大。代价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形势，经济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。就是说，现在已经看样子，今年是那个就是那个生意情况。总体来说是回不到去年，即使好了以后，就是说按照平常那个繁荣程度，不可能。好了，这个汤也已经好了，
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